非常高兴，我们请来了中国手作学会的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的胡松导师，也是我们学校的兼职博导郑航生教授来给我们做讲座。郑老师呢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社会学家，著作非常多啊，著作非常多。我们有不少同学都看过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那个教材，是吧？然后呢，就说他最近几年里面，是吧，就专门对社会运行的理论啊进行了系统的建构和概括，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今天呢，他给我们做的演讲是现代性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下面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郑教授给我们讲座。好，谢谢沈清云教授的主持。那么今天啊，我要讲的题目呢叫现代性过程当中的传统和现代啊。那么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大概是开始有一个小引啊，有个简单的提要，然后呢说说第一个问题呢，叫做传统现代与社会学啊关系吧。然后呢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个传统和现代与现代化和现代性啊，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理论。那么现代化理论为什么会被这个现代性理论所代替？那么最后呢讲讲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新阶段，它的核心的观点呢就是说现代性啊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啊，就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那么这个小引呢大体是这个。那么开始呢我们要简要的考察一下这个传统与和现代与社会学之间的不解之缘啊。大家只要说实话，其实不仅是社会学，你只要学这个社会人文科学，传统和现代这个关系呢你是避不开的啊，你是避不开的。第二呢，我们回顾了传统和现代与现代化理论以及现代性理论的不同关系啊。第三呢，我们着重论证了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发明这一对呢，对啊这一对传统和现代的一种新的认识。那么这个认识呢，对社会学、对人类学的研究、对理解当代国内外一些学术前沿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啊。这个呢，我开始有个提要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啊，我们说说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主要讲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传统和现代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第二呢我们说说传统和现代呢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先看看传统现代与社会学里边啊一个总的提示啊。这里边呢我们说的呢就是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啊，是我们社会学创始人和他的实际的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的时候啊一种立论的一个重大的根据之一啊。就是说不管他是这个创始人呢，实际的奠基人呢，这个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点呢对两大系统的社会学，也就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都是这样一种关系啊。那么这之后呢，那么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就逐渐地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啊，两种理想类型啊。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和现代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啊。那么这里边呢第一点呢我们说说啊，就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当中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现代社会与过去的传统社会做了多方面的
极其鲜明的对比啊，极其鲜明的对比啊。那么首先呢，他在生产力方面做了对比啊，对比。那么马恩啊，在《共产党宣言》这个名著当中说呢，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这个社会呢，他所创造的生产力啊，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啊，这个总和还要多啊。那么这是一方面的对比，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那么就剥削形式方面来说呢，这个马恩说到呢，就是说这个社会呢推动了这个自由竞争以及与此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建立啊。那么资产阶级的剥削呢和统治啊，代替了说有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一种剥削和统治啊。就是说像封建社会啊，马恩这个看法呢，主要是有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啊，这个掩盖着的这一种统治和剥削啊。那么另外呢，他还这个指一种观念方面做了对比啊，观念方面做了对比啊。那么说这个社会啊，引起了观念的变化，说金钱关系，金钱至上。这个观念呢，代替了宗法和等级的观念，说人的尊严呢，变成了交换价值，啊，那么这一点我们现在自己也体会到了啊，就是说现在通过啊各种各样的一种事情，特别是我把它说成是公共产品的啊，就是说日常生活的公共化。啊，这样一个趋势我们都在经历啊，也是逐渐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因为现在生活很方便，你要出去打的方便不方便？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手机方便不方便？都很方便。但有一条大家记得了啊，所有这些日常生活公共化的结果啊，每一个东西都是不是啊这个免费的啊，不是 free。都是要收取钱的，你这个电话钱不够了，他就会提醒你，你这个钱已经不够了，你已经打不出去了啊。这个，所以呢，日常生活都在教导人们呢，这个没有钱的日子真难过，有钱的日子呢真好过啊。这是，所以呢，这个过程呢，在西方当然比我们提前啊这个几百年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观念方面的对比。金钱至上，啊，另外社会运行的节奏方面的对比，那个像过去传统社会的时候，这个节奏啊，就像一个老牛拉着一个牛车一样，一步一步一步。那么现代社会像资产阶级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呢？就像是一个奔驰着的火车，啊，这个当然原始的火车呢，那已经够快的了，那是蒸汽机的火车已经够快的。那现在这个提速，那一直到现在最先进的这个火车啊，一小时可以400公里，啊，那么现在这个我们当然还没有提啊，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它是一种火车的速度，与老牛拉破车的速度啊，那简直是这个不可比的，所以。所有这一些方面，像共产党这一些宣言呢，我不知道这里大家是不是读过。你有空啊，即使你把它当作小说那里来看一遍，都是有收获的啊。这个，看看这些东西，要不看呢，老听别人说，这也不行啊。我觉得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啊，最主要一个训练呢，看原著，这个原著开始像什么，像是一种。这个天书式的一些，就我们像哲学啊、社会科学这一些书啊，像天书式的，但是念着，你之后觉得特别的有兴趣，这个功底是很重要的。老听别人说啊，老引别人的，转引第二手的话呢，往往会出很多的问题。那么这里我说呢，总之呢，西欧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的转型。
是社会那种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思想观念到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在马恩的主旨当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它凸显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这是我说的这个。那么我下面这个说呢，作为上面这些变化突出表现的一个叫做工业化，那么就是机器大生产普遍的代替了工厂手工业，这是一个工业化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都市化，也就是城市规模的扩大、作用的增大，以及与工业化、城市化相联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那么这些呢，对我们社会学的产生啊，发生了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那么这些情况呢，概括的说呢，所有这一些都以非常鲜明的形式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能不能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这个大家看看像恩格斯当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个大家也可以当作小说里看看，这个很多的描述大家只要看看还是很有启发的，这个工业化的初步阶段的时候，原始积累阶段的时候几乎都会发生这么一种这个情况。所以他以极其鲜明的形式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能不能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问题。当时童工的应用贫民窟的形成等等这些吧那么正是对这一个同一个问题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革命的回答，像马克思恩格斯说，你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是不能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只有将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呢，这个叫一种革命的回答，所以呢，另外一种是改良的回答，像孔德他们猥琐的呢说，资本主义确实有弊病，但是这个社会呢本身还是有良性运行协调的一种可能的，所以呢这叫做改良的回答。这样子真是基于同一个问题两种不同的回答，产生了两大系统的社会学两大系统的社会学。那么第二呢，我们看看呢，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的问题刚才我们讲的马克思恩格斯呢，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当中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这里第一点呢，我们要说一下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我和这个刘绍吉教授呢曾经呢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新的框架。这个框架呢是在去年六月份在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叫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这本书呢我是第一主编就是去年出的邵杰和张金龙呢是这个副主编那么这样一本书里边呢，这个我们提出了叫做一点两线两段这样一个新的框架那么什么叫做一点两线两段呢？其中所谓一点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起始点，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是一点那么所谓两线呢是什么呢？这一点分作两条线，一条线呢是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就是主要是指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呢，就是以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是说
这一条线呢，过去我们的著作当中啊，基本上是不承认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两条线啊，一条是西方的，一条是发达国家的啊，一条是东方的，一条是西方的啊，大概是这样。那么所谓两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每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界，大体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作两种类型，也就是说，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呢，它是革命批判的一种社会学，啊，就像马克思自己创造的时候啊，你资本主义社会呢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啊，不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啊，就是说，所以主张呢，剥夺者必须被剥夺。啊，资产阶级这个剥夺者呢必须被剥夺啊，但是呢，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就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呢，它是一种建设维护性的社会学啊，维护所以呢，这就是说两段，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段呢，它是革命批判的，对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它是维护建设性的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框架呢包含着与以往不同的某种新意，啊，这本书这个出版呢，就是我们出版前也是征求了各方面人的意见，现在看来呢，大家都接受，基本上接受了这个框架，所以这样之后，我们就交给了高角出版社出版，啊，就是说这是因为这我看来的嘛，这个社会学呢，包括论、实、法。这个几个方面，论就是理论，实就是历史。历史呢，对中国社会学来说啊，几个史是最重要的，一个叫做中国社会学史，这我们已经出版了，就是在2001年已经也是高教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史呢，应该是中国社会思想史，这就是社会学的史前史。第三个呢，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啊，这三个东西是啊，我觉得是很重要。其他就是方法，啊，像外国的方法到中国这个土地上，啊，怎么啊，这个能够保持它的有效性，它的这个真实性，啊，这些问题呢，都有很多的研究。你要照搬过来，有些地方，中国的国情不同啊，适用范围有很大的啊，这个。问题啊，这是一点一点两线两段。那么现在啊，这个那么第二点呢，我说这个框架之后呢，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三点看法，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以后的啊，就是说这个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呢，概括起来有这么三方面的看法啊。第一呢，我们注意到啊，无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坚持这样的一个基本观点，一方面呢。就是主张啊，要与旧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制度等旧的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啊，最彻底的决裂这几个词啊，大家在《共产党宣言》里边都可以找到原文，啊，就是说对旧制度、旧思想要进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现代呢又要批判的继承传统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啊，传统上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这两方面呢应该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啊，这是一个基本观点，啊，那么第二个基本观点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呢，革命批判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它一般呢。更强调与旧制度等旧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啊，而建设维护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呢，则一般更强调批判的继承创啊
旧传统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啊，一切文明成果，大家可以啊联系一些具体的看看是不是这样啊。那么第三呢，我们还注意到呢，当人们无限扩大与旧传统最彻底决裂的范围，那么他在理论上就会犯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啊，那么在实践上呢，就会导致像文化大革命当中那一种所谓破四旧这样的左倾右治病，啊，过去我们把什么是寺庙啊，像什么啊，都是所谓旧传统。啊，里边保留的像这些题词啊，古代的题词啊，什么都叫做旧传统，都加以毁坏，所以现在又恢复起来，这个呢，我们花出了很多的代价，啊，很多的代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当人们无批判地继承旧传统的时候，啊，在中国呢，就会在理论上重犯肯定一切的复古主义的错误，啊，那么在实践上呢，他就会盲目提倡恢复祭孔啊、读经之类的手段来实现所谓儒化社会，啊，那么大家是知道，就说你作为一种旅游的手段，作为一种旅游的资源加以开发，你像在山东孔庙啊，进行一种啊这么一种仪式，那是完全可以的，对不对？它是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来开发。那么在各个地方，像你们这里边，比如说三国的这一些啊，这个像锦州啊这一些地方，像关公啊或者什么这一些来开发，这完全可以。但是呢，你把读经祭孔作为我们教育制度正式的一部分。啊，主张年每个小孩都要什么穿上这种服来这个祭孔啊，来读经，那是不行的。这个呢要分清楚。我觉得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一回事，作为我们正式教育制度的一部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大家说都在穿上那么这种都要祭孔，然后都要什么一种旧的仪式都。这是我想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做法啊，它不能成为我们正式体制的一部分啊，这个是。所以呢，我们越来越体会到，根据这样要正确理解传统和社会的关系呢，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啊，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啊，老啊。那么这是呢，我简要的说一下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啊，我很简要的给大家叙述了这个东西。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看看传统和现代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啊。那么我也是很简要的给大家回顾一下。那么第一呢，像孔德的观点，那么孔德本人呢，已经初步有了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类型的一种对比，啊，这样一种这个对比，啊，具体的我就不展开了。第二呢，像斯宾塞的观点，啊，是这两个呢，一般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像孔德嘛是大陆学派的，斯宾塞嘛是英国的，啊，是海洋学派的一种观点，啊。那么斯宾塞呢，突出地发展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类型的理论，而且他与孔德的一种单线进化的观点呢是直接对立的。而且从自然科学的背景来说呢，孔德更强调是一种物理学，把社会学当作是一种社会的物理学。那么斯宾塞呢，他主要像英国嘛，达尔文的这个主要是一种社会的生物学这方面的观点来加以的。那么两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最主要是滕尼斯的观点，滕尼斯呢提出了公社，或者就叫这个社区啊，英文叫 community 啊。那么德文呢 Gemeinschaft 啊 ，Gemeinschaft
也可以翻成公社，也可以翻成社区啊。英文这个社区呢 ，community 啊，这是这个社会呢啊 ，society 啊，这个德文当中给 Gesellschaft 啊，这个呢这个概念表明社会学这个传统现代比较类型学模式的一种初步的形成啊。这个之后呢，滕尼斯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啊这个人物啊。那么这个迪尔克姆的观点，就是现在我们也翻着多尔干啊，这个法国的社会学家，他是社会学的实际奠基人，他呢就是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啊，提出啊一种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啊。那么他机械的和有机的一种使用呢，恰恰跟滕尼斯相反。在滕尼斯那里呢，机械的代表现代，有机的代表啊这个传统。那么在多尔干那儿，就迪尔克姆那儿，这个机械的团结代表传统的一种结合啊，这个有机的团结代表一种现代的结合。那么这里边呢，它主要用这种区分运用到一种社会结构这个变迁过程的分析啊，用它来分析社会结构啊，传统的社会结构以及现代的社会结构有什么区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那么韦伯的观点 ，Max Weber 啊，这个德国的一个，也是一个社会学的西方社会学的实际的奠基人啊，实际的奠基人。那么他这个类型学方法呢，就是进一步把这一种传统现代的分析啊，扩大为个体行动啊、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符号这样一些层次上的啊分析的范式啊。那么传统和现代两种理想类型，一直是后来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研究的原型啊，这个思想基本上从他那来。那么迪尔克姆和韦伯两个人的观点，我们不管他们啊有多大的分歧和这个出入，但是我想呢，这两个人对社会学奠基的贡献方面啊，对学科的奠定方面，这贡献是一样大的啊，一样大的。那么这里呢，我们还要提到这个迪尔克姆与韦伯之间的一个人叫吉梅尔的观点。齐梅尔呢，他关于形式的观点啊，就是说在微观领域里边完成了社会学啊这一种类型化的方式啊，类型化的方式。那么这个呢，我只是提一点。那么到最后呢，到后来呢，就是说帕森斯啊，他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社会学家，他是个美国社会学家，他把前面啊这些社会学家的观点，以及啊这个根据美国的具体情况呢，提出了一个比较庞大的社会学体系啊。那么在他这个体系当中呢，无论是分析个人行动，还是分析这个社会结构啊，传统和现代呢，也是他的理论的一个重大的这个根据啊，重大的一种根据啊。那么比如说他这个更新了这个滕尼斯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比如说他在这个关于传统的时候啊，提出了五个性啊，比如说情感性啊、扩散性啊、特殊性啊、先富性啊和公益性的行动构成传统社会的特征啊。那么而现代社会的特征呢，反映在中立性啊、专业性啊、普遍性啊、自知性和私利性这些行动上啊，做了很多的这种对比啊。那么所以呢，我想传统和现代也是他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那么现在到了社会学的新三圣啊，这以前呢都是比较叫我们都叫它经典社会学，那么到社会学的新三圣啊，英国的杰丁斯啊，德国的这个贝克以及哈贝马斯啊，他们的观点呢也
无不这样那样涉及到现代和传统的问题。那么当然呢，在他们那里，无论在视野的广度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已经和原来的基础呢大大的推进了。这一点呢，我们到后面还会这个看到啊，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啊。所以呢，这个呢，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小结一下的话呢，可以这么说啊，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呢，传统和现代呢是社会学你想绕都绕不开的问题啊，他们跟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呢，可以说是深影相随啊，他们之间呢存在着一种不解之缘啊，社会学离开传统和现代的问题呢，将无意成为社会学啊。那么今后呢，我们也认为呢，社会学仍将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来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不断深化对他们的认识啊。这是我要给大家介绍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的这个关系。那么第二个大问题呢，我想给大家说说呢，传统和现代与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之间的关系啊。那么首先让我们看看呢，传统和现代与现代化理论的这个关系啊，这关系。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先看看呢，就是啊，欧美现代化理论的两个重要的理论的预设啊，两个重要的理论这个预设。那么第一个预设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的预设啊。大家知道呢，由于这个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社会变迁，那么现代社会呢，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它与传统社会是如此不同啊，这个差别是如此的巨大啊，如此的这个巨大啊，这样子呢，就使人们从感性上很容易接受啊，这个现代社会而与啊传统社会啊，在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一个断裂带啊，两者之间有个断裂带啊，那么人们在主观上呢，也容易产生啊一种断裂感，传统和现代之间有一种断裂感啊，这样呢，它使二元对立的观点有了广泛的一种符号和象征的意义啊，符号和象征的意义啊，所以它成为了一种经典的现代社会理论的一种图式和方法啊，它使二元对立的观点呢，有了广泛的基础啊，为广泛为人们为各个学科的分析啊所啊这个接受啊，这是它的一个预设啊，就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第二个预设呢，就是欧洲中心主义啊，欧洲中心主义啊，就像一个著名的学者这个西方叫德里克所说的，说欧洲中心主义是这样一种中心主义，它在历史上它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呢，已经横扫全球，已经横扫全球到什么地步呢？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如果不提及欧洲中心主义，你谈历史就是毫无意义的，毫无意义的啊。那么这个欧洲中心主义的预设呢，曾经主导了现代化以来几乎所有的历史的叙述。那么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被认为是欧美式的现代化啊，不断向不发达地区推广的过程，按照这种预设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现代这个历史是什么？现代的历史就是欧美现代化的模式
向不发达国地区啊推广的一种过程，而这种推广呢，与不发达国家本身的传统文化是毫无关系，啊，是毫无关系的，或者说有关系呢，就是抛弃这种传统文化的过程，啊，抛弃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啊，所以呢，按照这两大预设的一种啊这个逻辑呢，啊，社会学本土化呢，就是一种与本土的传统文化没有关系的一个欧化的过程，啊，欧化的过程，啊，这是就是说这两个重要的预设，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两个预设呢都是站不住脚的，啊，这两个预设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首先关于传统现代之间断裂带的问题呢，事实上就说不能把传统和现代这两者简单的割离开来，啊，极然的对立起来，啊，这个事实上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呢，它确实有对立的一面，但是呢同时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确实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同时又有一此一彼的一面，啊，一此一彼的啊这个一面啊。那么就中国社会来说呢，尽管传统因素还广泛的存在，在某些方面还这样那样起着主导的这个作用，但是呢这个现代的因素也贯穿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啊，可以说传统和现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大家作为大学生，作为大学的研究生，作为大学的教师，那够现代的了。但是大家你也不要那么迷信，你只要一回到家里，哎，你开始你的日常生活，哎，在对待你的父母，哎，对待你的这个兄弟姐妹，如果你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对待你的孩子等等方面，你这个传统思想马上就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淋漓尽致，啊，这个你如果在我们的社会里边能找出一个纯粹传统的东西来，那我就服了你，我想你是找不出一个纯粹的传统的东西，或者纯粹现代的东西都很难找到，在实际生活当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而且呢，如果我们的策略对头，传统的东西是可以开发的，它不是我们的包袱，而是一种资源，是可以加以开发的，啊，是可以加以开发的。比如我在日本待过一年，做他们那个啊，就是我不当人大副校长之后，日本一个立命馆大学聘我做一年的这个客座教授，我去了之后住在他们社区里边。那么大家知道日本的社会是一个很现代的社会，所以人际之间的关系，平常大家各忙各的，哎，这个所谓这个人际关系的疏松化，哎，大家一个家庭里边吧，啊，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这个赚更多的钱而忙啊，啊，这个所以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都薄弱了，朋友关系呢，也只是说有用的时候再找你，没用的时候呢，比如说保持一个年终的时候我寄一个贺年卡，哎，这个所以西方的很多调查里边都有这个，你保持社会关系有多少人给你寄贺年卡，那么现在更简便了，啊，发个电子贺卡就行了。给你寄一个东西，上面不知道有放上一点白粉啊，这个很危险啊，所以呢现在这也节省了啊，现在越来越是这样。但是一个社会呢这样分的时候呢，它必然要求有一种整合的力量，所以日本呢利用传统啊，一个传统节日，日文叫祭り啊，英文叫 festival 啊，这个东西它利用得很好。比如说传统节日，我这个社区里边呢，啊，每一个户啊，大家轮流做账。现在，我做账，
所以呢，我备一点吃的东西啊，啤酒啊，喝的东西，啤酒啊，什么食物啊，哎，大家穿上民族的服装啊，唱唱的民族的歌曲啊，聊聊东家长西家短啊，这么一个东西呢是。那么下一次轮流着装呢，比如说张萧山老师啊，他着装了，他一定想办法要超过我郑浩生，哎，这其他的，将来像你们这个雷洪这个院长，他着肯定又要超过这个张小山教授啊，这样子呢，这个互相比着，而且不仅是一个社区比，而且是社区与社区之间也比，啊，所以这样一个节日啊，就是说利用一种传统的节日来为现代的啊社会整合服务，啊，利用这个东西啊，那么大的方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像韩国、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他利用了东方的集体主义，啊，东方的集体主义啊，来作为他们现代化的一种根本的观念，啊，这都是一种一些，所以传统啊是可以开发的一种资源，啊，看你善不善于啊这个开发啊，所以呢，这个不能把传统和现代这两者呢简单的隔离开，啊。因为他们这个关系啊是极其复杂的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一此一彼的啊这一方面。那么欧美现代化理论最集中的表现是什么呢？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现代化理论啊。那么我在这里说呢，它在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上面可以说呢是成与死，又败与死，啊，成与死呢说的是什么呢？现代化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呢，它提出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框架，而且呢它为以后理论的进步呢奠定了基础，啊，基础有比较大的一种容纳的力量，所以现在有人要轻易否定现代化，那简直一钱不值，这不是一种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啊。那么所谓败与死呢，就是说他把这两者绝对的割裂开来了啊，这样使他在理论上自己站不住脚，所以他此后呢日益为现代性的观点所代替，所以他是成与死也败于死，因为他理论上有一种根本的缺陷啊。那么这里呢，我说的这个欧洲主义的这个片面性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不符合实际的啊。这个社会学本土化，我们说它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啊一种合理的思想和优秀文化的汇集啊，传统现代的因素啊互动啊，这个结果一样的这种世界性的互动呢，形成了纷繁复制、形制各异的一种本土社会学。像我们中国的社会学啊，就是啊，应该是具有本土特色的一种这个社会学。所以你完全去搬那个欧美这个东西啊，对它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这是最没有出息的，啊，最没有出息的。你老说吉丁斯怎么样怎么样，将来吉丁斯到中国来了，说对不起，你说的东西不太符合我的思想，你一切都完蛋。你为什么根据中国的情况，对吉丁斯某些的一些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来？那完全可以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所以是社会学完成超越最初的欧洲源泉渊源和意义，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化文化和学术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中国社会学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我在各种场合强调呢，一个就是说啊，我们要通过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把握啊。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深入到我们社会的基层啊，这个中国社会是实行这样一种巨大的转型啊，是历史上多少年遇不到的机遇，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培养
我们自己啊与世界学术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同时呢，现在我们的学术语言、学科的语言基本上是为西方所垄断的，我们应该在创造话语权方面发挥中国学者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也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我觉得这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啊。那么这个欧洲主席主义，第一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二呢又是不符合逻辑的。那么按照欧洲中心主义的逻辑啊，现代化应该等于欧洲化啊，但是科国的逻辑是现代化呢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一种结果啊，一种结果。所以呢，根据这个我们第二点说了，这个传统和现代它这个隔离是不对的。第三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它是片面的啊。那么我们小结一下，可以这样说呢，以二元对立图式和欧洲中心主义为预设的现代化理论啊，它不能够合理的叙述和阐述社会学啊这个本土化现象和其他许多的理论问题。所以这个理论的衰落啊，我想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啊，不可避免的。这是关于传统和现代啊，与现代化理论啊，我们做这样一个分析。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看传统和现代与现代性的一种这个关系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确实感觉到社会学理论从本土现代化视野向全球现代性视野的一种大的转移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社会学理论啊已经从社会从本土现代化视野这样一种视野啊，这个 inspective 这个词啊，一个视野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啊，也比较确切。现代化视野呢，就是本土现代化的视野向全球现代性视野的一种大的转移啊，大的转移。那么从上世纪最后20年以来啊，这个社会学理论呢越来越面临这样一种转变，就是从本土现代化视野向全球现代性视野的重大的一种这个转变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关键的呢，就像我在这个课件上所说的，现代性仅仅是现代化它仅仅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状啊，表面的现象啊，表状和具象，就是说它是现代性一个表面的东西。那么它是现代性进程激发的全球各个地区本土的地方的民族的一种初步的回应啊。那么根据这些回应呢，做出相应的一种方案、对策、策略、措施啊等等啊。是，所以呢，现代化这个东西是一个表面的东西，而且它是初步的。那么现代性是什么呢？这是现代化的深层趋势和一个持久的进程，它使得各个本土的地方的分散的生活场景啊，逐渐融入了一种世界性、全球性和这样一种世界性和全球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实践的这个过程啊过程。那么这里呢就说，那什么叫做现代性呢那么这里呢，我们对现代性呢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解释啊。现代性呢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我们人类的生活、我们的组织模式，也就是我们社会实践的结构
从传统走向现代，同时迈向了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一个过程，这个呢就叫一个现代性过程。那么这样一个定义里边就包含着呢，这个现代性本身它也是不断成长的，你不能把它看死了啊。现代性就是这样，现代性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从传统到现代，到现代之后没有完，还是从现代到更加现代，更加现代之后还到更新的现代，这样一个这个不间断的过程，是这么一个的。那么第三点呢，我要说的呢，这样一个理论视野的转变呢，导致了我们社会学理论范式的一种转变，理论范式的这一种转变，那么社会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呢，以现代性作为理论的范式，理论的范式，而曾经称雄一时的现代化范式呢，却就变得越来越过时。就像我在这里说的，像昨日的黄花它以往的这种景象啊、盛景啊，已经不再出现了那么这在当代社会学新三圣基登斯、我们提到贝克、哈贝马斯的思想当中可以明显的来看到那么我们简要的看一下基丁斯的观点，关于这样一种现代性的观点。那么基丁斯主张呢，从社会学与现代性这样一个独特的关系来理解和界定社会学他认为呢，与人类历史的任何其他阶段相比在现代西方诞生了一系列气势宏伟的变迁气势宏伟的变迁，但同时这些变迁呢，也越来越波及到全球这就是现代性这个全球化的视野波及到全球。所以社会学的任务呢，就是要致力于分析20世纪晚期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新兴世界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我们的组织模式已经发展到一种什么阶段现在有了什么新的一个特点这个呢是他在《民族国家与暴力》这一本书这已经有中译本那么贝克的观点呢他认为呢，在贝克看来现代性的成长呢，造成了当代社会极大的困惑所以他提出了这个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这样一种这个理论甚至是高风险社会high risk society 这样一种观点这样一种理论。所以他认为呢，我们正在经历着第二次启蒙。大家知道第一次启蒙就是这个历史上这个从差不多17、18世纪这一些启蒙学者这个观点，近代以来这一些学者都可以叫做启蒙学者。那么最集中当然是后来法国的启蒙学者这个呢就是说以理性的法庭来推广理性，以理性来代替神性来代替宗教的那些所以要以理性的法庭来代替宗教的法庭就是这个。那么现代的这一次第二次这个启蒙，第二次现代化或者新现代化，就是说我们要对过去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反思说明了就是说当代社会学必须对第二次现代化是一种没落的景象还是一种成功的景象进行诊断或者求索这是贝克一个基本观点。那么哈贝马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呢，哈贝马斯的观点就是说
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经的事业，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事业啊，未经的事业。所以他描述了人类生存结构的当代变迁，比如大众传媒啊，创造了分散的公众啊，大众传媒啊，大家每个人自己在家里都可以看你的电视啊，创造了分散的公众。教育革命推动了知识大众化和教育的世俗化，啊，现在这个世俗化趋势啊，是，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说，我们曾经说过啊，这个世界好多变迁当中，其中有一条就是神圣事物的世俗化，以及世俗事物的神圣化，啊，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最典型的就是说，比如说超女现象，啊，这是一种。这个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神，啊，世俗事物神圣化，这样才能理解呢。像这个像超女这些现象为什么是？可是过去神圣的东西，它走上了一个神坛，变成了啊这个世俗化的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的主要倾向呢，是一种世俗事物的神圣化，啊，神圣化，像超女现象啊。所以有了超女，是不是应该有超男啊？啊，等等这些现象都起来了啊。那么，所以呢，这些啊，就是说大众化、世俗化、科技创新成了后工业社会的一种基础，也改变了人民的风险意识。啊，现在我们设计的很多东西啊，确实包含了很多风险。啊，比如说我们刚到三峡去参观过。那么三峡这么个几千年形成这么个生态，比较平衡东西，现在水位提高到这么高，所以呢，它有一个适应过程，这个适应过程很长，所以滑坡啊、塌方啊这些东西，不知要多少年之后才能稳定下来啊。这个生态的，这都是我们人现代化社会就是一个人为打造的社会，就是一个人规划的社会。如果你规划的不行呢，这个社会。就有很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与过去传统的风险是太不一样啊，它的危害性啊、未可预料性啊，都是出于意料啊，出于意料的啊。那么这些呢，就是说，这些风险意识啊，动摇了以往的伦理原则，这些都表明啊，当代社会学研究呢，一直啊也必须。要关注呢现代性的一种最新的一种这个趋势啊。那么这是刚才新三圣的观点。那么对现代性呢啊，在他们那里也有既有批判又有肯定。那么对现代性采取批判眼光的观点啊，有些后现代主义是这样的，还有一些社会学家呢，以批判的眼光注视着现代性的发展，比如说像沃勒斯坦、像鲍曼、像威尔士这一些啊，这个社会学家，像这个沃勒斯坦的观点呢，他认为呢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一种叫技术的现代性，一种叫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啊。那么以往的现代性过程呢，注重的是一种技术的现代性，因而呢，它背离了人类解放的目标，人类解放的目标，所以呢，它主张结束这一种假的现代性，啊，这个技术的现代性，它把它称之为一种假的现代性，而开始真正的现代性呢，就是指的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啊。这是瓦勒斯坦这个观点啊，他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叫《自由主义的终结》，他跟福山的观点恰恰相反。福山认为呢，这个历史的总结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总结，但是瓦勒斯坦认为呢，这个历史的终结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啊这个终结啊。那么鲍曼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鲍曼是一个采取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学者，那么他们呢对现代性之批判性的认识呢也日益的这个深化，他们越来越注意到这个过程啊不断的转变。那么鲍曼呢，用一个
比较深刻的用流动性来比喻当代的现代性的一种特征啊。他指出呢，这个传统和旧社区呢被扔进了流动现代性这种时代的熔炉啊，接受一种溶解的考验啊，并且呢，这个现代性啊，从过去一种沉重过渡到轻快，从这个固态呢过渡到一种液化流动的过程啊，来描述现代性的现实的状态。那么这个思想还是相当深刻的一种，就是说现在一切都变轻了，变得流动了。大家可以看，比如说我们的企业组织，啊，所以有一句很有名的英文的话叫 "Small is beautiful"， 啊，小的是美丽的。现在没有人说 "Big is beautiful"， 大的是为什么呢？比如说现在企业组织啊，它本身在这个微型化，在小型化，因为随着现在的这个信息化的发展。我一个企业啊，我后勤的，比如说我不要仓库，我可以不要的，我有这个东西由物业公司来承担了。我需要哪种原料，我打一个电话给物业公司，物流公司，我几点几分，你这个原料必须到我这个工厂。你要做不到这个，你这个物流公司以后没有信誉了。你就生存不下去，所以一环套一环。所以呢，这个微型化首先，小型化首先表现在我这个公司啊，不要啊，这个仓库是多大的消耗，要人要什么都，现在这个就不要了。那么这个微型化之后呢，它清醒了，而且对这个它的职工的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光是体力劳动的肯定不行。它需要有管理的这一个，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有很多这一方面相应的技能需要、知识的需要。所以呢，现在呢就说，我们这个现代性啊，想从组织模式来说，就从过去重型的变作轻型的，对吧？大型的变作小型的。这样一种现代的发展呢，对我们今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一种发展来看呢，像比如说像我们社会里边这个农民工将来往哪个产业走啊，基本上是往服务业走，现代服务业走，他不可能成为庞大的产业队伍，这是与是这个发展是不相吻合的。像轻型、像微型、像流动性，从固体向流动这个发展的趋势，所以这个思想应该说是非常深刻啊，就是啊。那么维尔斯的观点，他指出后现代啊，绝对不是一种超现代和反现代啊，后现代他认为是一种极尽的现代，啊，是一种 radical modernity， 啊，是一种极尽的现代，这里就是一种radical 这个。像是一种这个 modern， 而不是呢一种后现代 postmodern 啊，他把后现代呢就当作当今现代性的一种特征，认为我们的现代是具有后现代特色的一种现代，后现代的特色的一种现代，所以后现代呢，它不是那一种意义，就是说是撇开这个现代，我就成了一个后现代了。不是这个意思，它是现代的一种啊。那么我们小结一下呢，可以这样看，从上面的这个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现代性呢极大的扩展了这个对于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啊。那么现代性呢本身呢就是一种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啊，那么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变迁过程当中呢，又会不断的产生自己相应的新的传统和更新的传统，啊，这个传统和现代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就是说你走向更加现代的时候啊，
就会相应的产生了与更加现代相适应的一种新传统，啊，新传统。所以呢，传统和现代的是不可分的这个。那么这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主张和坚持的一种广义转型论的基本观点啊，基本观点。大家对这个问题要有兴趣呢，可以看看我们已经发表的一些著作，一些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清楚。那么这个文章呢，将会在这个广州有个叫郭沫若写的题名的那个叫学术研究啊，它是一个学刊，很快就会发表啊。我今天简要的说，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简说这个呢，有没有点道理？那么下面呢，我们讲讲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认识的新阶段。认识新阶段呢，我们就讲呢，传统的成长和现代的发明，这个命题呢，我们觉得现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传统的发明和现代的成长啊。那么关于传统和现代关系的新认识啊，就是在我们看来呢，传统现代并不是彼此即彼的二分状态。他们两者呢是一体相连，互为表达，就是传统可以表达现代，现代也同样可以表达传统啊，这个互为表达，彼此推进的。那么没有现代也无所谓传统，传统揭示了现代的另外一种面向啊。我们从传统的发明与现代的成长过程来看待解释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并且认为呢，传统现代这样一种深刻的蕴意啊，使得广义转型论呢也成为社会学一个不老的一种啊这个议题啊。那么第二呢，我们想说一下呢，比较具体说一下传统与过去的联系和区别啊。那么传统呢，确实与过去有至关重要的联系。因为传统呢确实源于过去，但并不意味着呢过去啊等于传统。那它这个联系和区别啊，大体有这么几点，大家看看。这个传统是什么？第一啊，传统啊是保留在现代人记忆当中啊、话语当中、行动当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啊。没有人理得过这个过去啊，它就是过去，它没有资格成为传统的，啊，没有资格成为传统的。第二呢，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当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一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啊，留存下来，啊，这个就是说你。传统呢进一步说啊，是现代人精选出来对现代有意义的那部东西把它拿来了，它成为了传统。第三呢，由于现代人反复的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呢，它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啊。传统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这里存在那里的东西，那过去那个东西它还没有意义呢啊，这是这样。第四呢，现代人通过对过去的重构这种方式来产生传统，啊，而这个重构呢，它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啊，那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呢，事实上它之所以被大家成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或者一种传统，这是一个集体和社会的行动过程，所以呢。传统源于过去，它是一种活着的过去，啊，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所以呢，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啊，传统也是现在，甚至呢，它也会是将来，啊，也会是一种啊这个将来，啊，因为呢，它往往蕴生着。更多长久的这种社会趋势，那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啊，比如说像一个节日，传统的节日啊，它获得了现代整合的意义，这种
现代整合的意义被发扬广大呢？它又变成了推作为一种有长远发展前途的未来的东西，啊，未来的东西。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不等于传统，单纯的过去是没有意义的啊。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呢，传统是相对于现代在体现着自身的意义，传统是现代的一种发明。啊，是现代的另外一种表达，也是现代一种最真实的印证，啊，所以正是有了传统的发明，也就有了现代的成长，正是有了现代的成长，现代性和社会转型的研究，也就始终会面对传统和现代的过渡，啊，那么这一点呢，这次我们九月初啊，到新疆啊，庄孔韶陪我到新疆啊。南疆转了一圈，这是我第四次到新疆。那么这次去呢，我们第一天晚上在乌鲁木齐啊，就参观了一个叫割礼的仪式。啊，割礼不是说去参观到血呼啦哒的这个手术过程，不是。他这个割礼什么意思呢？是就说维吾尔族啊，或者乌兹别克族啊，这些少数民族的一个小男孩，到七岁的时候啊，家里要给他举行一个仪式。那么这个仪式呢，本来的意义是什么？是宗教的意义。小孩到七岁的时候，表明他在宗教上成年了，他今后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啊，这个也早了一点啊，七岁啊，就是说这个，现在还受到我们非成年人法的保护是吧？应该是，但是呢，他们是七岁啊，本来是这个意义啊，有个仪式呢是为了健康啊，把这个包皮割掉啊，这么一个仪式。但现在呢，意义全变了。我们这次去啊，第一感到它的真是现代赋予了它的新的意义，它成了一个展示家庭社会资本的一个场合，啊，就是说。表明你这一个我这个小孩割礼的时候啊，我能摆多少桌，我能请到多少人，我能请到什么样的人，这成了展示他社会资本的一个的。这次去的时候，他们领我去的，这是一个新疆师范大学一个教授的儿子，他摆了快200桌。哇！啊，这个200桌呢，包括什么人呢？第一，他家乡的乌兹别克的人啊都请来了，甚至把独联体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亲戚也有2桌过来了。然后呢，这个所有的人这个请来，而且规格比较高，说明他这个家庭的社会资本啊，那简直太巨大了啊。这是一条。第二条，仔细分析一下呢，它是又是有利可图的一种场合，因为呢，你去参加这个隔离的时候啊，这个仪式时候其实是摆桌子嘛，是要赛马、杀马，马的有马血管肠是吧？这个有各种仪式啊，这个，然后呢，每个人呢大概至少要200，啊，大家想想，一人200，你想这个200桌就差不多2000人，2000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吧，所以呢，我发现他们最后主人走的时候，我们一起走的时候，他提着一个什么驴的放钱的铝箱子啊，就是像银行里那种小一点那个铝箱子，所以他有经济收入，所以这两条是什么？是现代赋予这个有长久传统的隔离的。新的含义，至少这两条吧。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就说有小男孩的家庭可以这么做，但是我生了女孩怎么办啊？他就太吃亏了。就说每个礼拜，比如说要一次两次，有人告诉我他一个现在是不受其苦啊，就说不胜其苦啊，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两次三次，多的时候有4次。这意味着我要付出800块钱，对吧？这，所以不胜其苦。那么现在的生女孩的这个家庭怎么办？他非常的不平衡，只有拿出没有进来，所以呢，没有这个传统的时候，他要发明一个传统，
所以呢，现在生女孩的家庭呢，也发明一个叫做与格力相对，发明一个叫做花梨。哎，女孩不是花吗？哎，女孩成熟的时候有一个花梨，花梨的时候同样发请帖，请多少人来展示我家的社会资本，同样我也能取得一部分收入啊，来弥补这个。所以大家看，这个传现代发明传统啊，就是这样发明的。所以这次去了，或者这个具体的例子啊，我觉得挺兴奋啊，就是说我给他们讲了之后，他们也觉得挺有道理啊。就是新疆师范学院，我给他们做一次演讲，哎，他们也觉得挺有道理。所以像格力这个发展呢，现在到现代社会呢变形了，啊，过去这么一种宗教的仪式啊，一种有利于小孩健康的这种目的呢，现在是正完全放到次要的地位啊，现在成为展示家族的社会资本、获得收入的一种方式，这是现代富裕传统。旧传统的一种新含义，哎，那么现在这个旧的传统不能满足这一部分人的东西呢，我要发明一种花礼来弥补这个，所以现在又发明了花礼这一种形式，现在慢慢在流行。所以乌鲁木齐啊，这个很有特点，哎，这个饭店呢，这个大厅很大的，这个大厅啊多的是，所以它。如果这个饭店要不适应这个东西呢，他生意就冷落，对吧？所以呢，现在饭店的规模越来越大啊，所以在这个规模上面呢，有演出，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啊，这个仪式啊、讲话，总之能充分展示他社会资本的方面，那是绝不会放过，啊，放过的。所以，这个道理呢，我想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就叫做传统与现代的互构，啊，传统与现代就是互相的这个互构，用我们这种互构论的关系来加以解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就是说一些啊，这个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啊，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这里呢，英国历史学家提出了两个一个重要的观点啊，就是说这里呢，就是说英国历史学家从宽阔的视野呢来分析传统，他指出呢，一啊，传统实质上是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被发明的，啊，被发明的，他们被插入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当中，啊。那些表面上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传统的东西，它的起源的时间啊，说往往是相对晚景的啊，这个事实上它是这样，被发明的传统与历史意义重大的过去呢存在着联系，它的独特性在于它与过去这种啊，连续性啊，大多数都是人为的啊，人产生出来的。他们参照旧形式来回应新形式，啊，参照旧的形式啊来回应新的形式。像花梨的发明啊，最能说明这一条，啊，就是用旧的形式啊，参照这首歌梨啊来回应这种新的仪式，然后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啊。来建立自己的过去，啊，来建立自己的过去，这种风俗一形成啊，每个人你要不遵守它，哎，你在那个社会里也很难活啊，很难有体面的活，啊，你要人家送礼你都不送礼，你每次都去白吃行吗？大概不行的是吧？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第二呢，英国历史学家还认为呢，传统与现代的实践常常是反向相关的。比如说到没有马的时候啊，他说骑兵军官军礼服上的踢马刺才显得更加重要。大家知道，就这个骑兵的这个军官啊，上面鞋上面都有踢马刺，这个东西有点尖，这一夹啊，这个马就都快跑啊，就是过去有这个。但实际的作用啊，他说，就说
他这个没有马的时候啊，这个天马字就表示我是骑兵的军官了。然后说律师的假发也只有在其他的人都不戴假发之后才获得了他们现代的意义。大家这个像香港是英制啊，它是英国的制度吧，像英国本土啊，这个我呢是1983我在英国25个月啊，就是在那里算留学吧，啊，就是作为访问学者也到他们法庭去旁听过。他们的还是属于这个法官以及律师啊，戴这个。那么就是说当其他的人一般的人都不戴假发的时候啊，显出了这是现代律师的啊这个标志啊，显出了它的这个意义。因此呢，被发明的传统能够告诉我们现代人如何运用历史来生产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啊，合法性依据以及社会团体的一种粘合剂啊，粘合剂把传统的像这个呢，我刚才说的像传统节日的例子啊，这个 traditional festival 啊，这种这个例子都说明了啊这一点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人类学研究当中的传统和现代啊。那么中国人类学家关于回访的论述啊，那么当代人类学啊以回访来探查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逻辑啊，逻辑。像我国人类学家庄孔韶啊，他现在也是我们人民大学的一个人类学所的所长啊，这个他也是现在中国人类学会还是民族学会的副会长啊。那么他这个论述了回访和人类学的在研究，分析了回访的两种情形啊。一种情形呢，就是对知识事物的订正，加强学术的可信度，以及对跨时空文化的观察和传述啊，纵贯人类知识的这个递进啊。这一种呢，就是说你要发现这个知识啊，这个哪些地方啊，这个不精确或者有错误，通过回访呢来加以纠正，这是一种。第二呢，他特别强调呢，还有一种回访经历呢需要给予注意，特别是数十年间社会文化变迁当中，人类学需一定的看到文化再造和知识醉造的内容啊，文化再造、知识再造，其实就是传统的再造和啊这个内容。他说呢，这个波罗夫斯基真是需要对照先前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才得以发现这个再造的传统啊。所以波罗夫斯基呢，因温古才得以知新啊，才得以知新啊。那么当代人类学家呢，就通过文化再造和知识再造，把握出于再造的一种啊这个传统，通过不断回访传统而更加明辨现代啊，明辨现代。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充满智慧的现代人来说，传统与现代始终应当是相互规定和相互接明的啊。当这样抽象的说啊，大家可能还不太能理解。像这个庄孔韶呢，他最近几年做了一个虎日的啊这个调查。所谓虎日调查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发挥传统在解读啊现代这个社会弊病解读当中的作用。那么大家知道呢，在城市当中，这个吸毒的人，他这个复吸率，经过戒毒所的这个的复吸率啊，大概是82%，也就是说100个人戒毒啊，出来之后过一段呢，其中82个人呢又恢复了吸毒的啊这个恶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出来之后啊，各种诱惑又来了，他过去的毒友、卖毒的人怎么样啊？这。各种各样的环境呢，都促使他从那些这个毒。
这个社会是很难加以控制，加上他本人的意志啊，这些不行。那么彝族当中有一个虎日，这是他们一个重大的节日。那么这个虎日，现在利用虎日这个仪式来戒毒之后呢，哎，它的复吸率只有12%，12%。它为什么这样呢？你分析一下就知道了。这个虎日是这个彝族一个最庄严的一种仪式。一个人如果在这个仪式上，他如果发了誓要做的，他违反了这个誓言，这个人在今后在他这个社会里边啊，大概就没法生活了，啊，没法生活了，这是一条。然后呢，这个庄严的仪式的时候呢，他本村的以及更大村庄的长老必须来参加，而且长老呢要为这个戒毒的人呢做保证。如果他吸毒，我这个长老就没有尽到责任，这对长老也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本村每个人呢都要为他这个人做保证，所以他要吸呢，这个整个村的名誉也就不行了，而且他家里每个人要为他做保证。所以呢，在这个个仪式上，他做了最庄严的保证啊。那这套仪式我就不说了，它非常的复杂。他做了庄严的保证，所有的人都为他做了保证，所以他回家之后啊，基本上他要受到每个家人的监督，要受到整个村的监督，要受到更大范围的这个长老的一种监督。所以呢，他这个复吸率啊就极低，比现代戒毒手段呢要低得多。那么大家可以发现，现代戒毒手段本身从技术方面来说啊，应该说它针对性的一点，但是呢，很多社会原因都促使它重新吸毒。那么这个虎日的戒毒呢，恰恰相反，社会原因是不利于它复吸的。所以这个东西呢，现在这个社会学不是人类学里边有一支很大的叫影视社会学，把它把所有这个过程呢都拍摄成为DVD 啊什么这个影视作品。所以这个拍摄之后呢，在欧洲啊，在国外啊，引起很大的反响啊，进了传统能起到现代戒毒手段起不到的作用啊，这个不能起的作用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利用传统为现代服务，同时反过来现代又定义给予啊这个旧的传统以新的含义啊，这个呢，我想所以这样一种回访啊，这个呢就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最后我们说说呢，现代啊，传统和现代相互规定、相互表达呢，是不会停止的，啊。那么现在经过这个说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了，并非在传统之后才有现代，恰恰相反呢，我们是因为有了现代而发生传统，啊，而发生传统。现代有某种需要，它可以发明某种传统，或者利用某种传统。啊，是这样。那么现代人所说的传统呢，是为现代而产生的，因为唯有现代才能赋予传统啊以它现代的意义啊。同时呢，传统只有通过现代呢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而且唯有当传统与现代相联系和对应的时候，它才可以被我们思考和把握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呢，传统实质上就是现代的另外一面，是在现代更为深刻的表达和揭示啊。那么传统的发明也启示我们呢，就是只要啊我们仍然在现代的这个旅程当中啊，这里有一句话也是人类学的话，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的好。他说什么呢？ We are still on the way，我们仍然在路上，这个认识过程是没有完。We are still on the way，这句话呢，
很简单，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深刻啊，就是说确实我们在认识这些问题以及人类认识自己的问题上的 We are still on the way 啊，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只要我们仍然在现代的旅程当中啊，传统的发明就不会终结啊，因为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啊，总会创造出自己的传统啊，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照也使得呢，像我们主张的广义啊，这个现代论，从传统到现代，从现代到更新的现代啊，这样一个过程呢，啊，不会完结，成为一个不老的一个议题啊。所以最后我们小结一下呢，就是说不能把传统和现代这个转变的研究啊，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主张呢，传统到现代这样一种研究啊，看作你这个过时了，现在要研究从现代到现代啊，有这样一种啊，以新布达佩斯学派为首吧，讲这么一个过程。这它的基本错误之一呢，就是把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认为这是过去，这是古典的议题啊，从现代到现代才是一个新古典主义啊，就是这是不对的。第二呢，社会学以及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这些研究反复的证明，传统和现代实质上是现代性过程的两种面向，现代正是由于不断与传统的对比才显示出自己是现代啊。那么传统构成了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啊，现代你也不是凭空的来开拓啊和成长。那么传统构成啊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构成了现代的资源，正是因为传统的更新和现代的拓展，而使现代性呢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这个动力啊。所以呢，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一种传统向现代向现代转变这样一个所谓新议题，在理论上和现实上呢，我觉得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啊、萨莱尼、唐斯里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者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分歧啊，重大的理论分歧。那么从传统和现代这个视角当中呢，我们这个梳理当中，我们更看到呢，像新布达佩斯学派它理论所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之一，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缺陷，我们很快就要出一本书啊，来说明啊这一点。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关于传统和现代呢，讲这么一个多小时，比较简要的给他把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报告给大家。好，谢谢各位。可以啊，随便。非常高兴啊，就是呢，过去、传统、现代、现代化、现代性这些词啊，都是内在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呢又有区别，这很拗口的词是吧？今天呢，那个郑老师呢，就是利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是吧，立足于社会学，还立足于呢我们中国社会传统的那个转型啊这个角度。啊，给我们做了非常深刻的一个阐释啊。下面这样子，开放给一点时间，大概可以提三个问题，好不好？因为郑老师刚刚也是从宜昌那边开完会赶回来的，啊，有没有？啊，行。刚刚我曾经听到过说过，就是比较主张的是将儒学更加自然巧妙的形式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而进行，而并不
的一种指挥。那我是否能理解为您并不希望再将过去这个根扎进中国人心里面呢？谢谢。啊，谢谢你所提这个问题啊。那个，我想是这样，这个对儒学啊，在中国啊思想史上产生过这么深远影响的啊一个传统吧，我们应该有一种态度，要取其啊这个精华啊，那么变其糟粕啊，应该采取这么一个态度。那么它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一种历史作用，并不表明它在现代社会也能起同样的作用，因为时代确实是变了。那么所以现代呢啊，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呢，当然对于我们儒家有必要的知识啊，你什么提一提像《论语》最普遍的这些东西都不懂，也不知道他说在哪里啊，就是像翻译的时候啊，你比如说翻译成为孟修斯之类，就是这就有问题是吧。那么这个呢就说你对儒学的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这么大作用的学派，你首先必须承认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同时对它有必要的知识，同时吸取它很多种生活经验，处理人际关系很多有益的一些概括，这些都是必要的。如果你说的要是这些人这些思想扎根在中国人的脑子上，我是很赞成的。但是你如果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还要比如说每个城市每个学校就像升国旗一样，早上都要祭孔一番然后小孩都要从小就要背什么，你背作为一种文化教养是可以的，就像我们现在很小的小孩能背很多唐诗一样啊，你背一些《论语》应该知道的东西，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些都很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都很好。但是呢，你每天都这个变成一种正式教育制度的一部分，这个呢，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时代毕竟是这个很不一样，所以这两个问题啊。它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我们取其精华，而且有好多东西呢，现在还能够对我们社会生活有用。这一点，大家学习以及知道都是非常必要。但作为仪式，这个，所以这一种观点呢，不等于说我不要是这个都进入我们的心中啊。这个儒家应该在我们每个中国人这个心中占有一定的分量啊，我这是很赞成的。好，谢谢。对于整个社会很大的一个方面进行讨论的一个学科，当然这个学科我就是想问，它如果说放到个人来说，这个就是这个学科研究的一些规律和方法吧，能不能够就其单个人而言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不？是对个人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什么意义？好，也很感谢你提的问题啊。那么社会学啊，对个人的这个作用来说，当然是有作用的。那么一个呢，它我觉得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基本素质的一个方面啊，基本素质的一个方面。知道了这个，对于我们社会啊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社会基本上是怎么运行的啊，这些呢会作为一个必要的知识啊是很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呢，当然他也知道一个人呢一生成长当中，你知道要经过什么样的阶段，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啊通过社会化，人的社会化来继承我们的文化，社会的文化，来学习如何扮演我们的社会角色，
如何来获得我们的社会技能，这些方面都很重要。那么同时呢，现在我们也知道呢，人的社会化机制也需要有个人化的机制来进行补充，因为光是社会化呢，你解释不了为什么不同的人在同样社会化的环境里边，他有那么多不同的个性啊。所以呢，在社会化的同时呢，我们也同时经历一个个人化的一种机制啊。这一点呢，我们在这个新的教科书里当中呢，将会有所这个反映啊。所以呢，一个人基本素质，提高自己的基本技能啊，这个你有了这么一个东西之后呢，也增加自己看问题的一个视角啊，看社会问题的一种视角。他告诉你呢，在社会呢有进步的方面，同时也有失衡的方面，有问题的方面，我们怎样促进社会进步，怎样来减少我们的社会代价。这个根本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来说啊，在社会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责任啊。所谓合格的公民呢，就说通过你自己的个人行为能够争取社会进步，能够减少社会代价啊。这个所以这个视角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呢，他也提供一种方法论啊，你怎么去看待社会啊，怎么去理解社会啊。同时呢，他也给我们有一种社会的同情心。像社会学呢，最主要对社会弱势群体啊，它有一种天然的关系。因为呢，在社会学看来，对社会进步啊，这个社会代价主要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支付的。所以呢，根据这个事实，但是社会弱势群体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呢，社会学呢感到自己在这一点认识的基础上呢，对社会弱势群体有一种天然的关怀啊。这也许我们是给经济学呢也是很重要的课题。如果说它更讲效率呢，我们社会学更讲公平。当然公平效率是不能分开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呢也是互补的啊，就是我是一点没有贬经济学的意思。但是呢，这两门学科呢确实在侧重方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关于一个弱势群体有一种社会的同情心啊，这我觉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几个方面说，当然没有说完全啊。那么我想呢，学习社会学呢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作为社会学的工作者，社会工作者，那么社会学呢也是他谋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好了，谢谢。有没有女同学有没有女同学开放给女同学一个吧，好吧，有没有女同学提问的？好行，把那个什么好不好，不等一下有话听得见一点那个。那么台湾的所谓去大陆化，我想最主要的是一种政治的需要，一种政治的目的，它是为台独创造舆论的
一种啊这个论调。那么其实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去大陆化它怎么也去不了，因为大陆这个所代表的像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各个方面已经深入到台湾生活的方方面面，哎，他真要去掉了，那是也不是台湾了。说实话，这个是这样，所以台湾人之所以是台湾人，从他刚开始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哎，是这样。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说去大陆化是一个政治的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口号啊。那么这样一个口号的实际意义呢，就是说是为台湾独立出去啊制造这个舆论。那么它的这个政策层面上呢，当然要把中国历史的一些主要方面，要是现在的台湾人呢逐渐的忘记啊什么这些，那么这个力量呢当然不可小视。因为那种制度教育制度的引导啊，它的课程的一种设置啊等等吧，这个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呢，我相信啊，这个台湾的它不是一种力量啊，台湾呢毕竟由于中国大陆啊有如此密切的历史联系，而且现在呢又有日益多的这个经济各个文化各方面的这个联系，所以呢他去大陆化呢也是实际上是做不到，我认为他实际上是做不到，他可以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呢他的整个目的我认为是达不到的，也是就去大陆化这一点来说呢也是根本做不到的啊。所以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要认识这个口号它的政治实质，而且呢确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文化政策推进各方面呢要使得它这个去大陆化呢成为不可能要尽量减少它的这个这一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个研究的加强，通俗书籍的一种法，那么它会潜移默化的会起到各种的作用啊。因为台湾也是一个现在也是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啊，它真要封闭啊也是不可能。我到台湾是去过了，当然台湾这个它这个报纸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呢，是什么呢？就说他不讲世界上的东西，就是一个小岛上的东西，这个不论是报纸啊、广播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大陆不一样，首先是世界形势怎么样，对吧？这个报纸里边啊，这美国怎么样，英国怎么样，特别是美国怎么样，对，这一个国际新闻成为我们很大的一部分。这个台湾的报纸呢？你要说他去大陆化，他也去世界化。我觉得这就讲他们，所以他们的眼光啊，极其的浅薄啊，就是眼光就是集中在台湾一个岛上啊，这个怎么攻击啊，互相之间怎么一个所以我想呢，这一方面啊，这个不是台湾的好处啊，是台湾一种狭义心理，以及不能说是他一种岛屿小岛心理的一种反应。那么这个去大陆化以某种程度也表现了他一种狭义性。如果他提倡这是大中华的一部分，或者什么这个在经济圈要扩大，其实他这个提了之后，对他的经济各方面今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我认为都是不利的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当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我也不相信我能说清楚啊，就到这里吧。谢谢，好，谢谢。谢谢郑老师，同时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啊！让我们以再次掌声感谢郑老师。